新增图片，我们可以从新增的这个功能表的第一个按钮，找到新增图片的这个功能。那点选之后呢，就可以利用开启旧档的方式，去找到我们预先呢所准备好的一些图片。好，那例如呢，我们目前现在呢，我们把这五张呢全选之后，按下一个开启，那这五张呢就会自动开启出来。那这样子就完成了一个新增图片的一个动作。